态名流125，那71万的，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吹油门一定会发动，可是放了油门就熄火，那电脑我们也放过了，所以现在就是单纯的清洗阻塞问题，可能这个防风阀太脏了，我们把它清洗看看。启动就发动，所以清洗完就不会熄火，那就是要叫客人直接跟他做大保养，记得要保养。